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，我们现在打魔神战的最后阶段啦。对，这是魔神已经快要翘辫子了啊、哦！来，我们这边一样带大家用福音战士全 A 把配置来通关这个最后的关卡。那我这边龙克一样是带那个啦，因为其实我有一把刀不够，所以就带两枪啊。这边带了两只主勋跟那个，好、哦，反正就是13号机啊。这边带了两只13号机，哎啊，如果你没有两只13号机的话，你就把其中一只换成主勋也 OK。对，因为其实相对我来说啦，我的定义啦，欸、我会觉得13号机比较平民，因为它至少是打得到的卡嘛。那你如果没有那么多只，你就把其中一只换成主勋也 OK， 就是福音战士石抽那只暗的小将。好，第一关这边手消大于等于7哈、哦，要手消哦，所以要记得转好这样子。那这队有加秒啦，再加上说那个龙克有带那么多把枪 ，OK 的。不是带那么多把枪，带那么多把刀啦。那这边记得手消7啊、它是越扣越强哦，一开始是 25%、欸、然后再来就 50%， 再来就 100% 了，所以就是三回合内把它带走，避免夜长梦多哦。OK， 好，然后第二关是电击暗，然后不能手消暗，这边的话就想个办法叠珠吧。就看你要想什么办法都 OK， 哎、欸，不要手消到就好。嗯，这边的话好像有点不好叠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好了。撞，这样有叠到啊，两颗，差一颗，差一颗。好，哎、欸，那这一颗，哇，这一颗尴尬咯。我想一下，很想去手消啦，手消掉就，哎、欸，他打22000，然后 AT 一场帮你挡，你的血还可以挡一下，所以没差。不过还是不要好了，我们还是乖乖用叠的吧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就有叠到了。OK。好，没有带走哈，没有带走就再努力一波吧。反正 AT 立场会先帮你扛啦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就用这个来把它炸掉。啊，如果还没有再跳第二次，你就再开另一只。哎，好啊，注意不要手消到暗就好了。哎，这边就是看你要怎么去叠珠或是干嘛的都 OK。好，如果要叠的话要这样子 OK。啊，这边带主勋也 OK， 因为主勋他是帮你转水火目光出来，他不会帮你转暗。欸、那你相对也会比较好叠珠一点，比较好消一点哦。好，来这边命悬一线，这边的话我们转完要先开个龙克，先拖住他、欸、因为我们这边回复力是只剩下 10%、欸、如果跟他硬干的话可能会有危险，这边可以开一只、欸、原来我这个有跳是不是。好，那我们炸水光出来好了，这样子我本来是想说开13康啦、欸、结果刚两只都有跳起来哦，好吧，那就再开一次吧。啊，如果没有跳，一样转完就是开龙科就对了。哎，好，我们这边开个龙科，要记得开龙科哦，一定要哦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，因为我们现在 AT 立场是已经破掉的状态了。然后下一关会突击2400左右。我所谓开龙科是确保这一关伤害够啦，你如果伤害不够，恢复又剩10%，这一关伤害就比较高了哈。下一关突击2000是那个还是小事啊？你不要这一关过不去，这样子就亏了。好 ，OK， 来突击，来这边的话要大于等于8康哈，那这边我们就开真事，然后我想一下哦、喔，应该就开13康就好了吧，这样应该就够了啦。好，我想一下要换哪一颗，换光珠进来，好。好 ，OK。好 ，OK， 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四关。来，第四关是手消全光跟那个不能消光哈。这边的话，我们 AT 立场是已经恢复了啦。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要先把这一只不能消光的打掉，哎、欸，要、啊、不然它反弹过来你会岔起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反弹过来是50000多，哎、欸，也不会啊。欸、不要再让他打到你就好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先把不要消光的那一只处理掉。
这样比较安全一点。啊，你可以去叠珠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这边 AT 立场先帮你扛哈。那这边手消全光的话，就可以把变身开下去了。好，就去把光消到。OK。好，来接着第五关。第五关是那个随机 combo 哈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去转红绿灯啊，说真的。就是你有消对抗就好了，对，因为你没办法发动攻击也没差，哎，没办法回血也没差，反正他都没有办法打你就对了。一二三，好，然后再来是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好，再来是多少？五康啊，一二三四五。哎，多转一康了，好，没事没事 ，AT 立场会帮你挡哦。好，来这边的话，看你要不要让 AT 立场再恢复啦，我是觉得不急。好，这样四康 ，OK。然后再来王一的话，光暗盾哈，光暗强化盾哦，这边就是需要借助他的力量了，好。啊，如果你是带主勋的话也 OK 啦，反正就是开下去，然后你开了之后再开另一支13号机去把它炸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先炸光暗出来。好，哎，另一支看你要不要再去炸，哎，我是觉得不用啦，因为对面是神主嘛，这个加成也都够了。好，那就是要撸过去让眼睛闭起来咯。天黑请闭眼。啊，记得不要消到那个三组。好 ，OK， 这边就直接过。好了，来再来二血的话，就是一模模一样样哦，就是排珠就对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是开真士。好，然后开这个。OK， 你可以把这一行变成那个啦，把这行变成神珠珠，爽一下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慢慢去排珠，就用我们的那个叠珠法哦。这个前面应该都已经叠很多次给大家看过了 ，OK 的。好 ，OK， 那以上就是福音战士，全 AVA 配置通关这个魔神战最后阶段，先感谢大家收看，这边有25秒的不能逃避，有点久，好，要准备开始消了。OK，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